大家好，我是金派。因为有粉丝敲我说，你可以介绍一下零食吗？好市多有什么零食是比较好吃的？他想要过年的时候买起来囤，追韩剧的时候嗑一嗑。我想了想，我决定去逛一下好市多，介绍一下里面的产品给大家看。所以我介绍的只有几样而已，而且碍于拍摄的话，我不会照到大家的脸。好，然后也是不会妨碍到大家，在这边先跟大家说明一下。那我们现在来去看吧。哦，大家好，今天是我们的零过食年年。必吃、追韩剧必囤的东西。那我们来看，有一个摩卡脆卷，它里面是三包入，然后249元。这个是也是社群和社团的人也有介绍的，是很香，很好吃。大家看一下它的外盒，好，接下来喜年来蛋卷，喜年来蛋卷，如果它有特价的话，过年送礼也是非常大方的啊！真的是喜年来是老牌子，大家都很喜欢的。这一盒是399元，它里面有20路。每一路都会有72公克，大家可以当做参考哦。喜年来蛋卷很多人喜欢吃的，来跟着我走，我们往前。我今天所介绍都是大家的推荐的哦，所以是挂保证的。还有这一盒益美凤凰蛋卷，它里面有含肉松，每盒有8包入，然后它的价钱是399元。也是非常香的一个蛋卷，给大家当做参考喽。哦，还有这个酸果仁煎饼，真的很香，大家都会在找这个东西。酸果仁煎饼是益美的牌子，然后它里面有60包很香的杏仁花生，它是落在269元。哇，这真的很香哦！大家都会去推荐这个东西，这个也是我推荐给大家的。那我们继续往前。我往前看哦，我要推荐一个韩国。牛奶饼干，给大家看一下外盒。它里面有48包入，279元。里面的牛奶很香哦，不会很甜，所以介绍给你们，好吃。哦，还有一个大家很喜欢的，你们等我一下哦，我拿给你们看。奶油牛奶千层派，它里面有9路，369元。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吃、很香的一个东西，健康时刻健思千层派，369，我推荐给大家。还有前阵子的卡迪娜鲜脆薯条，盐味的，哦，这个真的很香哎！上次有特价，真的被搬翻了。里面有10包，279元，给大家看一下外箱。如果你有来好市多的话，这个是可以买的，莲花食品卡迪娜。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咸甜爆米花，这个看韩剧哦，看日剧，看大陆剧，看什么剧，偶像剧，通通都可以。所以说，它一包是245元，真的，这蛮好吃的耶。接下来要帮大家介绍，我们往前。今天介绍的都是大家很推荐的，喜挂包紧呢，所以不会错。乐事不用介绍了吧？乐事真的是很多人吃。
159元一包，是425公克，159元一包。这个是原味的，就只有含盐而已。可是它唯一缺点就是没有夹链，没有夹链这样子。那不是赶快买了一包，要赶快吃完。好，我们往前。帮大家介绍一个我最喜欢吃的洋芋片，就是卡拉姆酒劲辣糖心子洋芋片，145元。有没有特价？我一定会买。大家看一下，真的里面真的是够好吃的，所以你们有来好吃多，答应我要买它，可以吗？还有一个哦，一定要推荐的，我往前一下，鼠哥哥好事多始祖零食，好哥哥，139元，它是酸奶洋葱口味，但是它里面有一点点硬，所以如果说牙口不好的人，这个可能不要轻易尝试。那小孩子的话，因为它不会很辣，不会很甜，是属于真的还不错的口味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这样我介绍零食给大家，清楚了吗？好事多的零食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好吃的，碍于时间拍摄，所以我只有拍几样而已。但是介绍的这几样可都是万中之选，大家必买的东西。好，所以大家听我意见的话去买准没有错咯。还有我昨天也是有前往买了一个小点心，那现在要开箱给大家看，就是这个 Gili 迷你乳酪点心。他这一次有做特惠，所以他特价减50元的话，原价是229减50元多少钱？179元。现在开箱给大家试试看。干乳酪点心就是顾名思义就是 cheese。那它里面的话是像这样子一格一格的，它有24个。试给大家看。我是 cheese 控。所以有时候看到 cheese 的话，有便宜的话或是真的想吃的话我就会去买。那 cheese 片的话跟吐司就很搭，如果我有看到 cheese 片有特价，那我就一定也会去买吐司。隔天 cheese 片放一片放在吐司上面，拿去气炸锅炸一下，就是很好吃的点早餐的。那大家看一下这里面干乳酪的样子，好，一个小方块，闻起来的话有浓浓的干乳酪味道。现在吃一口给大家看，香哦。哇，是耶，真好吃。可能我是 cheese 控，可是这个口感真的还不错，不会甜，然后觉得有带牛奶的味道。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也可以买这个给你的小朋友吃，上面有画一只牛，应该就是补钙的。再吃一口，入口即化，咬下去还冰冰的，像在吃冰淇淋一样，很值得推荐哦。大家有机会去买来尝试看看。好，我的介绍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请订阅我，按赞并分享。介绍商品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